大家好，又是我 Eva 花花同你去行街街，嚟咗系四号线同九号线都嚟到嘅站上梅林啦 ，D 出口。咁我哋咧就好近，一出就望到啦吓，就去卓越汇啊。喺最顶嗰度写系卓越汇，系咪睇睇得清楚啲吓？几好天今日系嘛，一嚿云都冇啊，好唔好靓啊？美食节啊，叫咩叫咧？嗰度市集系啊，咩市集啊吓？系至今日就完嘅，咁就。趁時間就過嚟睇下，係咪真係有嘅？係有啲咩睇嘅？可能係喎，好前面好多人喎，已經係啊，多人啊，又係今日結束㗎，所以咧，你睇片嘅時候應該係咧完咗㗎啦嚇。排隊喎，呢條隊啊！咦，好排隊喎，啲人喺度排咩咧？居民咧好似好多優惠嘅喎，個個都拎住一個呢啲袋㗎，你見唔見啊？咁長隊啊！不知攞咩啦，嚇！真係好中意排隊啊嚇！我哋唔排啦。因為拎袋。係啊，又有公仔喎、啊，啲人咩個袋都幾實淨啊！有啲人拎住。行下冇啊！呢度行嗰度咪得咯。嗱，話啦，你睇下好多蜻蜓喎、啊。有啲咩優惠啊？话必吃榜啊，大众点评必吃榜2023年啊，好似有40家，有40家呢啲必吃上咗必吃榜嘅店啊，都攞啦，呢度两边都系喎。这鸭子吗？等我看看。要去攞呢啲嘢嘅喎，可能系咪啊？咦，唔系嗰啲人又排紧队原来。后边嗰个排紧。要问攞本嗰啲嘢先得嘅喎，佢哋周围去打卡噶。唔知边度拎咧？我睇下。那里又有一个站啊，咦，就这里才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去正门先啦，我来的那里还有个站啊，出口都是个 E 出口，是啊，有 E 出口啊，我们现在想找回正门先，我个人都拎着东西，我们没东西拎，好像不是挺好，这个活动可以搞两天啊，搞多久啊，好像不是搞很久的，但是它都大型的，整了这些东西在这里，喺呢度啊，攞嘢先。哦，喺条门口睇下呢个好唔好？打开大众点评。喺呢度啊。呢个就系呢个必吃榜市集啊。好，我哋入去睇下有啲咩着数。呢度哦。喺呢度，呢度正式系门口吓。呢个系咪行呢个人？你没有大众点评 APP 的，直接往里面进，不需要去扫。拿手机啊！大众点评 APP 直接往前面进。点样？啊，对，怎么样？打开 APP， 打开，打。有大众点评 APP 的直接进。打开就可以了，咁样。没有就需要扫码。即系我哋已经下载咗，咪咪有啊？嗯。你要唔要？你。好，嚟。佢睇好多嘢嘅喎，有呢个又拎啊，哦，点样好？咦，喺嗰度排喎，哎呀，好多人啊！睇住啊，跌啦跌啦，系喎，有朱古力啊，拎啦，睇下真系都系咁样噶啦。啊，钱财砸的。好长喎。唔攞啦，系咪啊？我唯有合照嗰啲搞咁多嘢，冇搞错啊！头先啲人喺度做咩要？我哋去攞翻个攞抽奖啦，不如去。头先门口嗰度咧，有排啊，费事啊。嗰个冇乜人排，好似吓。好，唔排啦，睇下。有。好。咦，系咪真系特价啲食啊？代表600蚊，600蚊牛扒，食西牛扒。十号牛扒我哋食过啦，呢间我哋食过啦。头先嗰间边间啊？哎呀，哇，真系争啲啊！哇，嗰啲人要吸引啊！我哋唔爱啦，十号牛扒食噶，肥肥虾庄，好香喎吓。呢个冇写几多钱咧？哇！嗰啲蝦咧，嗰啲假嘅，我望落去啊！小龍蝦係
蚊啦。十五蚊一對椰青水。擺行呢邊好。係啊，好，我呢度好曬啊。逛一逛啊。浅罗泰九蚊，啲虾片啊，泰式奶茶25蚊。呢个嗰啲就系嗰啲咩啊？椰青咧就饮啊，26蚊。呢个啦，又饮过啦，我哋冬阴功。哇，好香啊！傳統西班牙海鮮飯，呢個咧招牌鹽酥雞35蚊，龍蝦館啦。然後裡面有四十斤，謝謝，還有其他遊戲。25蚊有12只啊，好扔，對，臭豆腐10蚊份啊。这个呢西先生啊，西牛的西，烧肉餐酒，25蚊份啊，泡椒牛五花，有冇兴趣？我都唔肚饿添啊！咩咧？胡椒可以试嘅吓，可以试食。呢度咧，呢度多啲喎，强记海鲜。睇下咩？有被封，有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啦。真系唔知点样玩嘅咧，嗬？咩虎皮锅肉、肉包肉、锅包肉啊？18.9。係，你而家啲好啲，冇咁曬喺度。椰子雞，咁樣佢裏邊咧就寫住8蚊，可以試下8蚊一個，好8蚊粒。湛江名菜西關名點啊，呢個係堆滿曬人嚇。而家幾點鐘啊？好多人啊！呢係又炸啲雲吞仔喎，好似佢有嗰個飲品係咪好似嗰啲啲酒咁啊？哦，佢咁样一份份啊，佢冇写几多钱嘅，啊呢度呢度呢度，12蚊啊，16蚊啊，好平啊，佢炸咗啲嘢喺度，都好多油烟味啊，好多油烟味啊，我行呢边好冇咁晒啦，有乜嘢啊呢度食？碎韭菜香煎饺10蚊份啊，10蚊份5蚊，几平？而家食唔到嘢啊！而家食唔到啊！呢个我哋食过未啊？蟹鱼有礼物噶。呢个金光鸭王啊，鸽王啊，专食乳鸽嘅。咁我就见到咧就好细只嘅，即系嗰啲妙龄乳鸽啊，53蚊一只啊，都唔平噶吓。哇！新店预告啊，深圳万科里店会开店，咁到时会唔会帮衬佢咧？53蚊一只啊，有点贵，有点贵。隔篱呢一档咧就系食过啦，白肉串成啊嘛，咁佢用啲水果去腌啲肉嘅，咁淡鱼烤鱼。都未食过，冇咩兴趣食。呢个系香甜甜啊，系食嗰啲湘菜啦吓。隔篱呢个巴蜀风咧，即系啲老嘢啊，即系老。试啊，即系佢样样嘢都系6蚊一个啊！哇，6蚊啊，系咪好平啊？你睇下，8蚊啊，6蚊啊，呢啲啊，几热啊！呢个花盐街民间川菜，哇，好多串喎、啊。几多钱一串啊？两个鸡啊，鸡啊鸭啊。半步山城市，哇！嗰啲猪嗰啲鸡脚好似好入味咁。哇！整紧嗰个波波啊。系啊。
叫做咩啊？大麻大麻圆光头司令啊！平平酥酥比头还大。佢剪咗一盒盒喺度咯，咁样。一个38元啊，头先嗰个讲嘅嘢。呢个排紧队嘅女，周围都系，犀利啊！系咪好有气氛啊？呢个咧，呢个可能唔使排啦，呢个。呢个冇人排喎，呢个。后边咪排紧咯。又排紧啦，原来真系好多人排队噶吓，全部都打晒蛇饼噶。咁而家嚟嘅呢间咧就系、是。食啲豬腸嘅，咁覺得太多肥腸啊，肥腸9.9就可以食到啦。我就覺得食一粒兩粒好啦。隔離呢一個咧就係翹腳牛肉啊，之前我哋拍條片食過噶啦呢間嘢。呢度咧就係食啲茶餐廳嗰啲啦，咁就係魚蛋啊，同埋碗仔翅啊，打卡就有得送嘅。呢個係食脆肚啦嚇。咁就脆肚咪即係豬肚啊！咁佢免費就係俾人試食嘅呢個，咁好多人排隊嘅嚇，咁我哋都唔試啦，即係辣味嘅。跟住呢個炭爐烤魚啊，一爐兩物啊，潮創相拼，仲有啲串燒啊、紅柳羊肉串啊咁樣嘅，8.8檸檬茶，我冇乜興趣。呢個啦，湛江。豪庄啦，李记，我哋又拍过条片嘅啦。咁话四只13.9，4只48元，咁啊大细唔同啦。咁佢咧都系有摆到啲蚝出嚟嘅，咁啊又系好多人啊都唔会试啦吓。哇，多人到阵啊，真系。跟住隔篱咧呢边咧就系阿飞冰室啦。咁啊冰就饮丝袜奶茶16元。咁呢个又系食鱼蛋啊，同埋呢个咩啊碗仔翅啊，哎呀好多人啊吓！隔篱呢个咧就系蔡澜港式点心，仲有阿蔡澜喺度噶 ，Hello， 呢个公仔好似啊，整得我几得意噶吓，我真系好似佢整得好神似啊！我几中意睇阿蔡澜嗰啲饮食节目噶，佢介绍食嘢我都几中意睇嘅。跟住呢个咧就系、是。陈鹏鹏潮汕菜啊，咁就系佢就好多间嘅，好多连锁店嘅呢个吓，咁我就冇咩兴趣帮衬佢啊，因为咧就听闻咧就都麻麻地吓，咁所以我就冇乜意欲帮衬佢嘅，但系即系佢又都唔系唔算贵嘅，系咪？咁你哋得闲你咪试下啦，食完话俾我听好唔好食，我就唔系咁想去试啦。咁呢度咧就系契爷先入为主。呢个是唯一一间我是有试食的，得一间试食的，就是因为呢它是花胶鸡汤嘛。你吃过正宗的花胶鸡汤味呢，那我就去它就你就去即是登入它的 app 呢就得了，不用讲嘢乜都不用的。那就你登入了之后呢它看到了啊，跟着它就帮你吸个印啦。那就都算是吸个印当玩下啦，是不是？那就有杯鸡汤啦。都挺好味的哈。你看鸡汤呢啲色呢是好深色的。同埋我饮呢它是好浓稠的，它不稀愣愣的。好味的，好味。真是正呢间啊，契爷先入为主。在里面的。嗱，佢啲雞湯係深色嘅嚇，好味喎，我覺得唔孤寒啊嚇，大嚿噶，我梗係食埋佢啦。我仲想冇俾你食添。行曬啦！我哋咪行曬啦。可能完咗啦，我覺得我哋呢度已經，但係裏邊嗰度睇下係點樣。嗱，真係唔係講笑嚇，兩邊都喺度排緊隊嚇。抽取一次。哇，你看看，原来同一个人来的，打紧兜个大圈啊，在这里。是啊。哇，你
是不是很震撼？我就沒有心機等了，給我送什麼我都沒有心機。有隊尾啊，這裡哇，我搞得不知道排哪裡啊，幾好味喎，雞湯剛才好味。我們走回這裡沒那麼曬啦，我們才完成了一個任務而已。你看看這樣還屈緊啊，條女真的沒有了。我們今天 是這個日子，好，我們走完了，我們又要轉場去其他地方走，挺值得來的，很好玩，很多東西吃，你記得不要吃東西，不過沒用，你朝鮮村的時候已經是完了那個節目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、分享同埋留言啦。仲有啊，最好追隨我嘅 Facebook 同埋我嘅 IG 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